我不看好阿 Ben， 我也觉得。没有，我觉得在此你不会有比这个海绵麦克风准。这很难说，来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商品。好，厉害了。哇塞！哇对呀、啊。栩栩如生哎！我跟你讲，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大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是妈妈们或者是上班族们，对不对？大家在办公桌前面一定要有一个绿色的植物，看起来怎么样？可以身心健康一点，嗯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点，给上班族用的。第二点，妈妈们，也许儿子跟女儿大家都嫁出去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娶老婆都搬出去了，一个人在家里面，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很孤独，要有人讲话。可以看电视没有错，但是你有心事要跟人家讲的时候怎么办？打电话给朋友。打电话对，但万一电话线断掉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有心事，万一手机钱忘了缴怎么办呢？去公园找朋友聊天。我要先把它介绍好它的用处，对不对？介绍好它的用处。好，厉害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自己有心事，而且有些秘密是不能跟别人讲，不能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的时候，比如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工作好累哦。像不像？怎么了？他会怎么样？喂喂喂，优酷。阿贝的音量好蠢。我是我现在录音，我救不了你。真的、啊，辛苦你了。所以是要一人分饰两角吗？不是，各位同事，我不能相信，我们要输给海绵麦克风。海绵宝宝，恭喜海绵消失。有嘞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喂。哎呦，你看，叶子会动。你知不知道我最近失恋了？好惨。你觉得我要不要外遇？要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看他真的会动吗？我觉得很感人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了有了。你有听得懂我讲话吗？我们去外面交交朋友吧，走出自己的世界。好，文如来，把你的产品带到这边来，好。所以呢，阿 Ben 带来的是这个会听你说心事的植物，然后还可以测鬼魂。那伟如又是海绵麦克风，我们没有在跟你聊天，我不需要做反应。好，来，不要互动，我们不要互动，乖哦，我们不要互动。而且它这个好贵哦，超贵的。哎呦，所以价钱我问一下哈，这个是650。好贵哦。不是650它怎么样？650它含电池在里面。650。然后你这个是360。好粗糙哦，这个哦，干扁扁的。我哪有？一定要买一样哦，360跟650，这是650。这才360，它650。比较愿意买海绵的，请举手。要啦，举手啦。一，不多哎。怎么可能？高一点。要确定的，要确定的。1、2、3、4。五票啊！徐金燕也输了。现在呢是巧克力，还有阿飞，还有小小。为了要羞辱战败队的队长呢，请你们每个人把手边最蠢的一单布给小 S， 让他带回家去。你要好好的接受哦。最蠢的那个橘子应该有那种脏的，我不想要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大蒜皮给你啦。对对对对对，安慰奖，安慰奖，大蒜皮可以现场试用，好不好？大蒜来了，试试。